然后我从波士顿，我就到三好这个半年，然后回纽扣了。啊。我是在加州考的潜水执照。哦。就喜欢玩这些东西，偶然发现咱这儿有海鲜。我做过这个，我还做过他妈的这个，我海参里头，我还弄过这个海胆。海胆呢，不赚钱，是一个去操作的事情。这个反正是那个东西就是运输是问题啊。